去年接任为中原集团旗下子公司李家角地产主席的施慧勤，虽然有个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富爸爸，却身近才初尝当业主之味。从海外就学回港的施慧勤，向父亲施永青租住多年愉景湾单位后，近日斥2,618万元购入新地016西营盘念 Imperial Kennedy 上车。向来不太赞成为子女过早安排置业的施永青，曾在栏目表示：我们为我们的子女也打算得太好了，结果可能是他们子女都可以生于安乐，却要死于忧患。并指现时香港楼价高，与父母为子女买楼有一定关系。按土地注册处显示 ，Imperial Kennedy 极高层，实用904方尺。三房间隔，成交价2,618万元，尺价28,960元。据悉，施氏以首次身份购入，付税约111万元。利嘉阁地产王国贤表示，施氏购入单位作投资，非自住用途。上述单位原业主于2016年7月以约2,531.6万元购入，持货近4年。转手账面赚约86.4万元，升值约3%。另外，曾经为前性感女星叶玉卿旧居的浅水湾冠园中层 D 单位，实用1,780方尺，上月以5,000万元售出，尺价28,090元。原业主2004年以1,680万元购入，持货16年，账面获利3,320万元，或近2倍。至于叶玉卿，则于1993年透过公司名义以760万元购入，持货3年卖出，赚920万元。